家好，我是 Ruby。 相信现在在停课期间呢，各位家长都会很关心仔女的学习进度，怕他们在家挂住玩打机或者是不温习的。虽然现在大部分的学校呢都会有一些网上的习作给他们做，但是呢始终都不及得正规课程的学习和练习的。在这里我想给一些建议各位家长，希望他们的仔女可以在短期之内提升英语的能力。首先呢，就请大家记住这个字 home, H-O-M-E, 即是家的意思。现在在停课的期间呢，大部分的同学呢都会留在家学习的了。跟住第一个 H 是代表 hear 或者是 listen,咁係聽嘅意思。家長呢就應該鼓勵小朋友多啲聽英文電台嘅節目啦，又或者係睇多啲英文嘅新聞同埋一啲時事節目。小朋友呢可以睇英文嘅卡通片啦，大啲嘅同學呢可以睇英文嘅節目或者係一啲英文嘅電影嘅，從而提升佢哋喺英文聆聽方面的能力。跟住第二個 O 字呢是代表 oral 或者 speak, 即是溝通的意思。家長呢可以在日常多啲以英文同埋仔女溝通，又或者鼓勵佢哋同同學同埋先生呢以英文在互聯網上面溝通嘅。咁相信呢佢哋短期之內呢溝通的能力呢是會獲得改善的。第三個 M 是代表 memory 或者 revision。 當然啦，一個語言如果想學得好的話呢，一個好的記憶力是相當之重要的。咁所以呢，家長呢應該鼓勵小朋友多啲喺屋企溫習啦，咁同埋呢可以俾多啲練習或者係上網呢搵一啲練習俾佢哋做，咁同埋呢鼓勵佢哋睇多啲英文嘅課外書、英文的報紙或者是雜誌都可以的。最後的 E 是代表 environment, 即是環境。如果想在短期之內提升英語的能力，最好的辦法呢就是將家打造成一個英語的環境，即是無論你是平時吃飯、活動、看電視或者是做其他嘢的時候呢，都是以英文進行的。咁樣呢在短期之內呢，相信英文的程度一定是會獲得大大的提升。好多我的學生用了這個方法之後呢，短期之內英文都可以升到一至到兩個 grade 的。各位家長不妨試試啊。如果家長對剛才我所講的嘢係有興趣或者有問題的話呢，歡迎你們是 email 給我啦，或者上我中心的網頁，又或者是 WhatsApp 給我都可以的。多謝大家，再見。